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弄他，发挥出你大长腿的优势啊！嗯，我那大长腿靠的是你什么？都准备好了吗？跟进飞！抱歉，稍等一下。大哥，能换个袋子吗？哎，古学。啊，谢谢啊。保护你，把自己搞得那么狼狈。我又没让他保护你。刘千灵，我一直想和你正式道个歉。无论我出于什么原因，瞒着你就是我不对。对不起。我不奢求你能原谅我，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让我慢慢赎罪。